本期讲解一个小红书热卖绝版书的项目，轻松二十多单，一天二十多单啊，单价是19.9，日入破千，单价是199，多重变现方式，靠谱的落地项目啊，活得老学得老，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啊，行万里路不如名师指点啊，大家看看，任何名师都是从读万卷书开始的，因为读书是最廉价的这个获取知识的方式啊，大家看看。任何老师的指导，这是需要费用的。学校现在读书能侵蚀人的认知和认知，这个市场是庞大的。这下载之后，整套教程，包括转变工作、这项目流程、这项目的介绍和优势，小红书的门引流，其他的一些素材全部都有提供，包括收益图啊，全部都有啊，全部都有。还有这个数学的素材也有提供啊。如果需要版权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个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热卖绝版书。或者小红书热卖绝版书，就可以下载版权教程了。